唐嫣，你回来了，有没有请到朗少爷回来啊？没有，我就不信，没他不行。啊？那你说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啊？月轩，现在工坊里只有月明一个人在打理。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不好了，工坊起火了！起火了！哎，月明，没事。谢谢。海棠，海棠，你没事吧？我没事，月明。郎月轩，为什么海棠跟你在一起总会有危险呢？月明，你误会了，不关月轩的事，是他把我救出来的。你还护着他？我告诉你，如果说真的要出什么事的话，你想让海棠跟我承受一样的痛苦吗？ 对不起，我的错。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海棠，你差点害死他，你知道吗？够了，你看看你们俩现在像什么样子？你们可是亲兄弟，为了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吵大闹，丢不丢人？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我要时时刻刻把你绑在我身边，太危险了。哎，你别动。 拿过来，拿过来啊！啊，很疼啊！不疼，疼。 你不是说你不疼吗？不是，那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我说不疼就不疼啊。那，我还以为你真不疼。哎，我觉得这次这个爆炸不像是偶然的，可能是因为我把桌上的液体都混合起来了，对他们的特性又不熟悉，所以才引发的爆炸。小的时候，我跟我哥在那里发生一次爆炸以后，爹就吩咐下面的人。 把所有的化学用品都放到柜子的最高处，没有特别需要就不允许拿下来。所以你桌子上放的都是纯植物精油啊？哎，你确定你只是把它们混合起来了吗？确定，除了那些纯植物精油，没有其他东西。那按道理来说，纯植物的东西不管怎么混合，都不会发生爆炸。 意思是说，有人换了这些纯植物精油，故意引发的爆炸。
而且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就是新桥。新桥，又是他。看来这个事儿真不能再拖了，我们预想不到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严惩。所以呢，就过来看看您。怎么突然间这么孝顺啊？我哪有突然啊？娘，我不是一直以来都很孝顺的吗？哎，对了，娘，您看看我的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脸怎么了？我看看。没事啊，很好啊。哦，没事就好。小子，你的脸已经治好了，不要再想他了。不是啊，娘，今天工房的实验室爆炸了。爆炸？月轩有没有事啊？娘您别激动啊，人一点事都没有。那就好。你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也是在实验室出的事？一想起那时候，娘这心里就砰砰的乱跳。当年要不是我把月轩推开，他早就倒霉了。我之所以不跟你们说，就是怕你们骂他。现在呢，反正脸也好了，我也就无所谓了。原来是这样啊，难怪这孩子自从那件事之后整个人就变了个样。玉明，哎，娘想问问你，你长大之后想起这件事，心里会不会恨月轩？恨过，可是后来想通了，虽然说月轩是咱们家的养子，但我跟他兄弟情深是谁都比不了的。其实你在阁楼里躲了这么多年，我想月轩的也不好受。明知道昨天要去海棠园，你还丢三落四的，东西都没带齐。行了吧你，昨天那种情况我没把你忘了就不错了，哪儿还记得带东西啊？哎，这两个人从昨天开始就出双入对的呀。你别瞎说。没瞎说，昨天月轩少爷冲进实验室救你，可真是英勇的不得了呢。哎呀，英雄救美天经地义嘛，不足挂齿。昨天一晚上你带海棠去哪儿了？月明少爷。啊，我带海棠去研究红艳胭脂的定香工艺了。我就知道你们有急用，所以呢，趁着昨天一天，我就把实验室给收拾出来，重新布置了一下。你们哪儿都别去了，就安心的在这儿研究吧。辛苦了哥。对了，定香工艺怎么样了？我还在试一些天然植物，但是到现在都没找到合适的。是啊，麝香之所以可以用来定香，就是因为它有凝香的功能。我在想，
我们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也带有凝香功能的纯天然植物。对啊，但是我最近看了好多关于花草的书籍，都一无所获。结香花。结香花？对，我记得这个结香花也有凝香的功能，说不定可以代替麝香。咱们去试试。走。刚才经过郎里春，在店里没有看到你啊。我现在已经被离职，戏还没有唱到最后，事情还没有都做完。我如果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让你蒙受不白之冤，委屈你了。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做好自己，于心无愧就好了。人活的累，都是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到了我这个年纪才明白，能清清淡淡无愧于任何人过这一辈子，才是真正难得。到了这个年纪，但求清心寡淡，能善始善终。小心一点啊。新鸿雁的定香工艺终于研制成功了，这里边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功劳。我宣布，今天放工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喝酒庆祝一下。可不能再泄露了。放心吧，已经藏在实验室里最安全的地方了，肯定没有人可以拿到。嗯，那就好，晚上一起凑热闹去。心情，这场好戏该结束了吧？心情，这么做你不怕吗？怕，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这么一天的。现在人赃并获，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吧？对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害得郎里春损失有多大吗？大少爷，求您放过心巧这一次吧，真的是迫不得已。放过你？你以为闹着玩呢？月轩少爷，求求你了，放过我吧。我实验室着火，是不是你干的？是我鬼迷心窍。心窍，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差点害死人家海棠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真的是迫不得已的。是老板拿我爹威胁我，我爹被抓住了把柄，如果我不帮他做事情的话，他将把我爹送去坐牢。我家还有母亲和几个妹妹需要养活，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心巧他看来也有自己的苦衷，能不能放过他这一次？不行，
这样的人要是放过他的话，他一定还会再害人。我保证，我不再做坏事情了。只要你们放过我这一次，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咱们就放过他吧，就听海棠的吧。谢谢少爷，谢谢海棠姑娘，谢谢海棠姑娘。但是，工坊里永远不能待了。限你在三日之内离开昆阳城。记住了。能够成功研制出完美的鸿雁胭脂，我也算是对我们朗家先祖有个交代了。是啊，接下来就是投放生产，等待反馈了。姐，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说。鸿雁胭脂这个名字之前盛航路已经用过了，后来又闹了那么一场，这个名字恐怕再用下去有点不合适了。哎呀，真可惜啊，祖上传下来的名字到了我这一代要断了。你千万别这么想，爹。还好我们研究出来了新配方，也算是功过相抵了。新的名字你有什么想法？海棠胭脂您觉得怎么样？海棠？对，就是顾海棠的海棠。第一个发现定香工艺有问题的是他，拿结香花代替麝香做定香工艺也是他的主意，是他让这个胭脂变得更加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胭脂就应该叫海棠胭脂。那好吧，胭脂改名的事情你现在可以负责通知下去了。谢谢爹。我现在才知道，之前你搬出去是为了在不受新巧这个内奸的影响的情况下研制定香工艺，我错怪你了。哎呀，石鬼友自己什么都没说，您怎么可能什么都清楚呢？现在内奸已经清除了，海棠胭脂也马上开始生产，你是不是要考虑马上搬回来住？这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谢谢尚师傅，欢迎你。谢谢你，谢谢大家。这个风波总算是过去了，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感谢尚师傅，而且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海棠。别谢我，别谢我，我差点闯了大祸，把实验室给烧了。我宣布，即日起，海棠将晋升为族长，接替新巧的位置，帮助尚师傅来管理工坊。玉明，我不行吧？海棠姐，你就答应了吧，管我们这帮女工就是苦差事，对不对？对。海棠，我需要你这个帮手。好吧。从明天开始，工坊生产新鸿雁胭脂，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为工坊证明，为我们朗家证明。好。这个花瓣要保持干燥干净，千万不能疏忽了。尚师傅，放工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去？千万别把自己累着。我不累，这个海棠胭脂倾注了大家太多的心血，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面世。
放心吧，海棠胭脂无论从品质到品味，都十分的用心。我相信一旦上市，一定会受到热捧的。那就好，那月轩受的苦就没有白费。娘，夏荷，哎，姐，回来了，你回来了。海棠啊，哎，娘，今天怎么这么多好吃的？是啊是啊，就等着你回来了。姐，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清蒸鲈鱼。你可真疼你姐啊。哎呀，还有一位呢。还有谁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给你过生日啊。啊，海棠，今天是你的生日，你都忘了？生日。来吧，我们把蜡烛吹了。海棠，海棠，海棠，娘，没事的，没事的，可能他们俩闹别扭了吧？闹别扭？嗯。海棠，海棠，海棠。你怎么了？情绪变得那么快？我不就来给你庆贺生日吗？我从八岁那年开始，就再也不想过生日了。为什么呀？海棠，你看咱们俩经历那么多事儿了，也算是个患难之交了吧？你心里有什么事儿的话，跟我说说。你就把我当成，把我当成……你真想知道？真想知道。那你跟我来吧。牌位上写着顾顺奇的人就是我爹。我八岁那年，我爹被一户大户人家请来昆阳工作，从那一天起，我爹就一去不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爹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这里见到我爹的牌位。难怪你从八岁开始就再也不过生日了，原来是因为这个。我还记得我爹临走的那一天，他跟我说：“海棠啊，你一定要等爹回来，等爹回来给你煮长寿面吃，还要送你生日礼物。”后来我就发誓，我爹不回来，我就永远不过生日。对不起啊，海棠，是我让你伤心了。其实这些事儿你早就应该跟我说，说不定我能帮你找到你爹。其实我起初接近郎家，就是想找到我爹的下落。我担心告诉你，你会觉得我别有用心。
对了，月轩，有一天我看到郎老爷也来这里祭拜过。我爹？嗯。祭拜的，就是这位胭脂。难道是父亲的故人？郎思年，哟，又是郎老板呐！诸位，经过我们几番投票选举，现在优胜者已经产生，荣登昆阳商会会长宝座的是郎李春山号老板郎思年先生。好，老先生您请，您请，您请，您请。恭喜啊，老板！我都说现在，请新任商会会长郎思年先生致辞。好，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吧。感谢诸位厚爱，我郎某人一定不会辜负大伙众望。视昆阳商务发展为己任，做好表率，与大伙齐心合力，把出自昆阳的商品送到更远的地方。另外，商会的基金会给予在发展中受阻的友邦商户与支持，帮助新兴商户共谋发展。我有一个提议，将昆阳整个胭脂行业整合成为一个大的股份制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能者多劳，众人拾柴火焰高。好，太好了，说好了，说好了，恭喜老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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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人生以后照顾，恭喜恭喜了啊，恭喜郎老板啊，恭喜恭喜，恭喜郎老板呐。哎呀，恭喜老老板呐！告辞告辞，恭喜老老板呐！恭喜老老板，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告辞。好好好，哎，实在是没想到郎老板能。石老板，请留步。好久不见了，借今天的大喜日子，咱们俩喝一杯，怎么样？您志得意满。我风雨满楼，这杯酒啊，您喝了是助兴，我喝了成了借酒浇愁，好意我心领了，这口酒啊，我可咽不下去。哎，石老板，你平时做事气吞山河，如今怎么连一口酒水都咽不下去呢？这可不是你的气度。喝酒啊，还得看心情啊，就看这杯酒呢。要跟谁喝？为什么喝？怎么喝？要是你不嫌弃，我陪你喝。只要你有胆量，你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跟郎老板的交情是在喝不在酒，有话就请直说。施老板是个干脆的人，让郎某省下酒钱。既然人都散了，咱们俩就坐下来聊聊吧。郎兄啊，哎，你还真是没诚意啊，我不过是谦让谦让，还当真是没酒没菜。刚才施老板不是说喝酒喝的是一份心情，没有心情就是再好的酒菜也索然无味。石老板，看看我的这道菜合不合你的口味啊？这什么意思？君子成人之美，不是成人之恶。今天我就成全你成为君子，咱们做一桩买卖。买卖？哦，我知道了，你是想要回郎太太之前留下的那只头钗吧？正是。
哎呀，朗兄啊，你在生意场上打滚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一点行情都不懂呢？朗太太的头钗，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难道你会不知道它的价值吗？这个就不少了，你想想，陈年旧事，要是翻起旧账，你非但拿不到这个好处，而且还可能惹上官司，倒不如一了百了，就此清算吧。我这光脚的还会怕穿鞋的吗？我如果能跟朗兄闹个两败俱伤的，那可是我赚大了。怎么可能会两败俱伤呢？你小看兄弟了。好，咱们走着瞧啊。哎，岳轩是我的儿子，要是你再敢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我可没有那么客气。岳轩啊，你找我。爹，您坐。嗯，我有点事儿想问您。爹，您认不认识一个叫胭脂的人？你听说了什么？您就告诉我，您认不认识一个叫胭脂的人？很多年前，胭脂是郎府的丫鬟。郎思年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门第的阻挠，他们两个没能在一起。朗太太嫁给老爷之后，胭脂就离开了朗家。后来怎么样了？她去哪儿了？她跟朗老爷还有来往吗？打死你！他又打你了。这个是冀州，我要去告诉朗思年。你别去，胭脂，你怎么就不能照顾好你自己，任凭他欺负你呢？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怎么会呢？少师傅，你跟胭脂不是好朋友吗？他死的时候，你不在他旁边吗？你怎么知道胭脂死了？哦，我去神庙的时候看到郎老爷给他立的牌位了。海棠，每个人都有不想面对的过去。一本书已经合上了，你何必再把它翻开呢？我希望你不要再问起此人了。这就是胭脂的故事。那后来呢？后来我到外地办货，回到郎府以后，才知道胭脂已经离开了郎家。那他离开郎家之后去哪儿了？还有爹，你还认不认识一个叫顾顺奇的人？他们两个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胭脂，只是很多年以后，有人跟我说胭脂已经死了，所以我在神庙下立了牌位，偶尔去祭拜一下，仅此而已。至于你说的那个顾顺奇，
我并不认识，也不清楚你所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不可能啊，爹，我看过他们两个的牌位，这个字体、材质、样式都如出一辙，一看就是一起立的。而且他们两个的族日也是同一天，这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吧？就是巧合。只有这个解释，没有其他的答案。月轩，我知道的都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你，我不知道的，就算你再逼我也没有用。就这样吧。不是爹，我不是逼你，我就是想知道他。月轩呐，今天商会里的事我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很累。那您先休息，我走了。月轩，哎，娘回来了。嗯，看你爹了。找我爹说点事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娘亲手做了件斗篷，说书房夜里潮湿，怕爹着凉。你可真好啊，娘。好什么呀？要说早该想到了。妙兰，我改主意了，你给老爷送去，我想跟月轩走走。哎，娘，我觉得还是您亲自送去的好。算了吧，妙兰，你去吧。嗯。你不在府里这段时间，我感觉好冷清。对不起啊，娘。知道娘想你，还不早点回来住，是不是还记恨娘啊？怎么会呢？有时候我觉得我做人真是失败，也许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当年收养了你。少爷，少爷，工坊需要一批原材料，马上就要到港了，可码头没有空位，您赶紧去看看吧。码头仓库吗？到底出现什么状况了？好，我知道了，我这就来。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我想想办法，这船要是再不靠岸的话，我们工坊就得停工啊。是啊是啊。那边还有啊。我也很为难。走。现在码头很忙，实在没有空位可以给你们朗家。那你说怎么办？只能等。来两个人。哎呀，这不是月明少爷吗？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来来，慢点。哎，月明少爷，您请留步。或许啊，我能够帮得上你的忙。轻点啊。管家，老爷。把咱们的船位空出来，帮月明少爷一把。好的，老爷。小心啊！哎，你不必多想，反正我现在的船位也是空着了，不过就是个顺水人情罢了。清理好。你爹这回他帮了我，我就算回个礼，感谢他一下。至于你接不接受，你可以慢慢的考虑考虑。小心点啊！少爷，这怎么办？奇怪了，施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帮我们？算是一种愚笨，也相信有点可能，用尽所有力气完整，好弥补少一点的天分。是不是我太
你说的梦，我也听过。